刚刚说到到你要有个愿，你的这个愿实在很难做到，这个愿罪人消灭，消灭恶人去，我觉得这个愿实在是很难做到，尤其在这个这学期的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，我实在很难跟主说出啊，我有这个愿。但我在这个学期的期中考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一切事情都来到我真的已经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的时候，因为我真是就像有弟兄说的，我明明的恶人都要出来的时候，感谢主在这个说，我就是给我一首诗歌说，主活我里面，当我唱到这个说，在第一节说到前缘离神死在最终，我唱到这边的时候说，哦主啊。主活我里面，当我唱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哦，主啊，我是要向你发出赞美。哦，虽然我不行，主啊，但你能。哦，主啊，愿天天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你活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天天向你发出赞美。我最摸索呢，我们要领悟确真正确的生赏基督，是正确生赏基督呢，才能供应我们小羊以及福音朋友。能够认识圣经的真理，对，我们要让小羊呢能够认识这个真活神，要有那活的实际，对，是帮我们每一位圣徒呢，能够以正确的灵呢来读圣经，反复的读，重复的读，阿们，是不是按着自己的理念来诉说，乃是用灵将它说，将说出来，给小羊们。向基督，就是在我现在的状况，就是要准备期中考，又要准备支援教育部的校园评鉴。那在这样的双面压力之下呢，那就是使我不断的转回灵里。我非常感谢主，就是与我配搭的竟然还是另外一位弟兄。所以在这样的事上的时候，我实在是跟他讲说，弟兄，我们实在是需要转到灵里，不管是在准备期中考，还是预备评鉴的事上，我们只是把我们基督活出来。是很摩托在刚弟兄分享到说，我不只要感谢，更要向主献赞美。我们在生活上，虽然很多恶在我们中间，但是我们更多有更多的愿，为主服事。